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易轩科技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网上购物、无人超市越来越多，这些平台的出现大大提高我们的生活效率，逛街购物变得更方便，累的时候还能在随处可见的自动贩卖机上买饮料。但是小伙伴们，你见过吃塑料瓶涂手机壳的贩卖机吗？国外几名高中生就发明了这样一款机器，话不多说，快和小编一起看看吧。意大利五名高中生一起设计出这款神器贩卖机，神奇之处在哪儿呢？外表看上去和普通贩卖机好像没什么差别，但是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。这台贩卖机非常环保，可以把回收进去的塑料瓶变成手机壳。这么神奇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其实在机器的内部有一个类似于 3D 打印的东西，塑料瓶被投放进来后就会被机器分解成为细微的物质，再把这些分解出来的物质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做成手机壳。任何型号的手机壳都可以制作，甚至还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图案打印在上面。不过这种带图案的手机壳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更长一点了。小编觉得这个机器很不错啊，废物利用给咱们的环境减少很多压力。你们觉得这个机器怎么样呢？欢迎来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